评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4号，是建评论推墙的2264期。那么今天2月24号呢，是农历的元宵节，在这里建民呢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那么穿的喜庆一点呢，就是呢跟大家呢共度元宵节。一年中呢，也就是只有这几个新春佳节啊、元宵节啊几个中国人欢快的节日呢，我呢可能会换上一些喜庆的服装。那么今天的节目谈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二月底了，大家都非常关注，马上两会就要召开。那么两会召开之前，按惯例来讲是应当先召开中共的20届的三中全会，但是三中全会本来是去年秋天就应该开的啊，拖到今天都迟迟开不了。你如果是三中全会没有开，两会怎么开？开两会上有很多重大人事变动，那应当在三中全会里面就已经落实啊。但是呢，三中全会迟迟没有开，也就是很多重大的人事安排，两会上面是没办法通过的。你首先中国它是党指挥枪，是党指挥政嘛，也就是共产党它要领导一切的嘛，那所有的重大人事安排都在什么，都在党的会议上面，首先要明确，也至少是有些组织程序你要什么，你要去走一下啊。也就是如果要开三中全会，那首先要解决军队中现在存在的很大的问题。因为军队里面自从什么，自从二十大之后仅仅是一年不到，中共就换掉了很多军队的高层，包括什么，包括非常重要的国务院的两个国务委员嘛，大家都知道嘛，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先后都被免职了。虽然习近平后来在军队里面调整了一部分的高级官员，包括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从原来的海军司令调任的，包括火箭军的司令政委分别从海军和空军分别调入，但是大批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被查处，目前军队呢仍然处于绝对的动荡中，人心是极度的不安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高层没有解决好，那么三中全会是怎么开？也就是你三中全会要开，至少是对什么？对已经查处的中共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呢国务院的这些国务委员，这些都是副国级的官员，就是这些人对他们的这个政治处理你怎么说？你不在党的这个代表大会上面去明确了，怎么到两会上面去解除他们自己的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务呢？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你说这个家伙呢，他是背叛党国，刚刚上任呢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习近平就果断把这个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就拿掉了。问题是前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也被查处了，那么也就是说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已经整整是5年，之前魏凤和担任了火箭军的首任司令员，他涉及的人事和各种大事就更多了。那习近平现在怎么在军队里面找到他更信任的人呢？也就是什么，火箭军三任司令员、国防部前后2任国防部长现在全部给习近平查处了。那么被查处的这些人，很多人都是中央委员，也有很多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尤其是三中全会没有开，那么被拿下的4名中央委员，他们的这个中央委员职务要不要得到解决？不解决，他们现在至少还是在任的中央委员啊。一个是国防部长李尚福，第二个是外交部长秦刚，第三个是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第四个是火箭军政委徐宗波，这4个人通通都是中央委员。从组织程序上来讲，李尚福、秦刚、李玉超、徐宗波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把他罢免，通过三中全会确认以后，把这4个人的职务全部撤掉以后，他们的继任者该补选的补选，然后在中央全会上面确认了所有的人事安排以后，才能够安排到嘛，安排到第二年的这个两会上面，在两会上通过很多决议，两会上面把人事安排把它什么，把它全部安排到位啊。那么三中全会为什么迟迟不开呢？大家都在问呢。也就是按照惯例嘛，中共的所有三中全会都应当是在每届的中央代表大会的第二年，也就是在秋天，要么是10月份，要么是11月份举行。那么大家都知道，2022年中共是开了20大，20大在2022年召开，那么20大的三中全会就应该在2023年的10月份，最迟一般来说在11月份肯定召开了。但是你看现在都2024年了，时至今日，原定是去年秋天就应该开的三中全会，到现在始终没有开。
之前呢，一直有消息称呢，可能习近平会把这个三中全会呢拖延到在今年两会之前先把它开掉，也就是处理好人事问题以后，下面不影响两会召开。但是你看，眼看两会最多还有个把礼拜就要召开了，而三中全会还迟迟没有召开。那么也就是三中全会不召开，两会是不是要如期召开？如果两会也不如期召开，那整个国家政治秩序和政治组织程序就全部乱了。所以说到现在来讲的话，习近平都没有开三中全会，那么人大政协的两会还要不要开？如果这个两会要开的情况下，各种人事变动都不能落实到位，那两会开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每年开两会就是走一个组织程序，把一些任免人的这个名单把它通过，然后呢走完了这个人大政协的组织程序，那些人就走马上任了哇。因为你看看王毅兼职的外交部长，王毅这个外交部长现在在国际上是到处出丑啊，而且人家不认可你这个外交部长还是代表外交部，你明明是党管外交，你只是一个兼任职务嘛。因为王毅现在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还兼外交部长，显然这个外交部长就是一个过渡嘛。那么这个过渡，王毅要不要到了把外交部长这个职务退掉，然后习近平新选拔的，就是我们认为有很大可能的是刘建超来接任外交部长的，那刘建超要不要走马上任？如果是根本就是两会上面就没有明确党内的职务安排，那么两会这个人事安排要不要把它进行？如果根本不能进行，那这个两会开不就是白开的吗？那么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习近平呢一直不敢开三中全会呢？三中全会到了时候，按照组织程序你就召开一下嘛，谁还敢在三中全会当中造你的反啊？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就是习近平现在没办法统一，没办法统一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大部分人的这个意见。也就是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呢他要搞定彭丽媛可以进入政治局了。那么习近平要搞定彭丽媛进政治局，虽然可能都是听床师啊，是坊间的传说，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习近平呢他是要模仿毛泽东吧。那当年江青能够进入政治局，江青能够成为文革小组的组长，江青可以代表毛泽东当时发动文革，成为所谓文革旗手。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江青当时什么是把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全打倒了。既然党内有先例，当年毛泽东可以纵容江青这么干，而且呢从来就没否定过毛泽东嘛，那为什么习近平就不能这么干呢？那江青可以担任政治局委员，林彪的太太叶群可以担任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的老婆邓颖超可以担任政治局委员，为什么我的老婆彭丽媛就不能担任政治局委员呢？所以习近平如果要考虑把彭丽媛送进政治局担任政治局委员，有什么不可能呢？为什么二十大本来是25个政治局委员？因为历届政治局一般来说都是奇数嘛，过去都是25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习近平到二十大变成了24个呢？除了临时把胡宗华把他挤掉，习近平就没安排另外第25个人选。这个人选习近平早就留了伏笔，也就是完全有可能把自己老婆把彭丽媛加上，这不就凑满25个了吗？所以习近平他应该来讲是有过这种考虑的。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现在呢越来越感觉到嘛，他要准备他自己身后的事情了。因为他感觉到现在对他的这个反对力量都在继续嘛，继续很大的一个势力。如果习近平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有一个人专心的来护主的话，很可能什么？很可能习近平死得很惨啊！所以习近平不可能不考虑他身后的事了，他又不敢指定储君、指定接班人，他没人可相信啊。那么如果是他要选择一个自己能够相信、能维护他习近平个人的威望、维护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地位的人，那除了他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他自己的床头的老婆，还有谁能比彭丽媛能够比他更信任呢？所以安排彭丽媛来过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你不要认为这都是耸人听闻啊！我告诉你讲，袁世凯当年称帝之前，他看到的都是万民欢呼，都是所有人都积极劝进，让他什么赶紧称帝啊！全民都是指望你，你赶紧称帝，这是百姓的这个心愿。上上下下百官也是如此，百民也是如此，连妓女都写信要求什么袁世凯赶紧称帝啊！所以袁世凯认为全民欢呼，人人都什么都推崇我称帝，也就是到了什么到了民意不可违啊，所以说我必须要当这个皇帝了。因此呢袁世凯称帝了。但是自从他称帝以后，他一天都不自在啊，他每天坐在那个所谓皇帝的宝座上，越来越如同如坐针毡，
最终就是袁世凯坐在他这个皇帝宝位上面，连三个月都不到啊，仅仅83天就死掉了。那么袁世凯当年的处境就是习近平同样的处境，在20大之前，习近平看到的都是拥护他终身制啊，没有哪一个人不称赞他习近平是英明威武，没有哪一个人不是说只有你习近平才可以成为终身制的这个国家元首，只有你领导的我党才可以乘胜前进，只有你才能够推动地球转动的方向，全世界都指望着你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坚决拥护你习总的第三次连任党的总书记，完成你的终身制。所以习近平一看，你看看，所有百官们都支持我终身制，大家都希望我推动地球的转动，我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才能把宝岛台湾给你们收回来，所以说全民上下都支持我，那我怎么能推掉大家的民意，我怎么能不当第三任总书记，我怎么能不实现终身制呢？所以习近平在20大就志满意得的第三次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如愿以偿的实现了他的终身制嘛。只不过这个终身制只实现了刚刚担任了第三任总书记，昙花一现啊，跟袁世凯的处境太相似了。当这个第三任总书记实现终身制还没有大半年，两个国务院就翻车了。前面第一个是外交部长秦刚，说是涉嫌一个傅小田，是一个英国的间谍，然后外交部长当间谍，你是多大的丑闻啊，好不容易把秦刚这件事把它处理掉，让老臣王毅来回炉，先把外交部给我扛起来，想度过秦刚制造的混乱时候，这时候国防部长又做事了，也就是国务委员李尚福，他又背叛了。李尚福的背叛就涉及到嘛，涉及到巨大的一个火箭军的倒戈，火箭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基本上火箭军的上上下下将领全部是背叛了党中央，背叛了他习近平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是焦头烂额，处理完外交部长就处理国防部长，等到火箭军这些高官被他一一罢免，准备在火箭军走马换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李克强突然又死掉了。那么李克强一死，几乎是党内党外千夫所指，所有人都认为跟你习近平脱不了干系。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可以讲叫心力憔悴，到哪里，在李克强去年10月份才死，到11月份、12月份他还能开什么三中全会呢？所以说习近平完全没有办法在去年发生那么多大事情况下他去开什么三中全会，因为完全是政局不稳，军心不稳，老百姓民心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了。所以习近平现在非常担心目前他碰到的艰难的党内处境，他绝对不能让三中全会变成变成一个检讨大会，或者是责任对他的一个追责大会啊，因为所有被免职的中央委员都是你习近平亲自挑选的嘛，他提拔的时候没人敢反对，谁反对谁就是妄议中央啊。那么现在查出了那么多都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都是他亲自指定的这些党的优秀领导人，包括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啦，外交部长秦刚啦，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啦，火箭军政委徐宗波啦，这些人不都是习近平亲自选拔的高级将领以及是中央委员吗？那你定义真的习近平现在不是你自己亲自选拔的人，最终全部倒戈，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呢？你习近平既然是定义真，你代表党中央，你能撇清你自己个人的责任吗？所以你撇清不了嘛。那么当大家都在追责的时候，你习近平怎么去回答大家？因此来讲，习近平基本上他这个三中全会就迟迟不敢开，因为特别怕问责，他是希望三中全会能够把彭丽媛推出来以后，大家能通过，让彭丽媛担任政治局委员以后，然后给彭丽媛安排很多重要的事务，习近平实际上把大量的自己需要掌握权力的部门全部把交给彭丽媛，让彭丽媛来过渡，他自己呢躲在后面，也就是碰到什么事情他可以完全往彭丽媛身上推，等到呢很多重大的事情他又可以亲自拍板，所以他是希望他们夫妻二人转的。只不过你觉得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能同意彭丽媛这么一个唱歌的将军，他就可以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到中央政治局重大的这个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吗？但是习近平有这个想法，你怎么办呢？也就是大家要不要顺着习近平呢？也就是习近平自从20大以来，他呢这个经历了火箭军的倒戈，经历了秦刚、李尚福的背叛，尤其是李克强突然死亡以后，他自己一下子就变得垂垂老矣。日本驻华大使叫做垂秀夫，公开就发表演说说，要日本准备后习近平时代。你想想看，一个驻华大使啊，
他敢说驻在国的元首马上就快死了的话，要他自己本国日本准备后期殖民时代啊？你觉得这是人家日本大使随便讲的话吗？日本大使敢讲这个话，显然他是绝对有信息来源的。你要说听床，可以讲你哪一个比人家日本大使听床更职业的呢？大使如果听床，我认为他就是趴在中南海彭丽媛、习近平床底下直接听的。日本人的情报能力你绝对不要怀疑，尤其日本的情报能力对华的情报侦察能力，那在全世界来讲我认为是数一数二的。五眼联盟早就想把日本加进去变成了六眼联盟，所以说日本人他的情报能力是相当相当卓越的。日本驻华大使敢说出现在要日本准备后习近平时代，就是看出习近平马上要灭亡了。所谓习近平的灭亡，那就是两种状态，一种就是习近平自己死掉了，还有一种什么是共产党灭亡，习近平作为共产党的这个罪魁祸首被人民送上了断头台，只有这两种可能嘛。那么习近平坊间一直传说他得了胰腺癌，你观察习近平有没有得胰腺癌啊？因为坊间都说呢，得胰腺癌是没有器官可换的，也就是呢，他已经是倒计时就等死吧。习近平是不是等死，我们现在我们不敢呢明确说这个话，但是你可以观察习近平自从有这个胰腺癌的传说以后，习近平他个人每次出现啊都化了浓妆，他的头发脸上都做了各种美颜遮盖他自己脸上的浮肿和他两个腿的浮肿。那么习近平之所以他现在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他是他自己呢叫心力憔悴，也就是除了他身体不行，关键是嘛他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他身边的近臣他对谁都怀疑。你比方就说丁薛祥吧，习近平的直江新军绝大部分选拔的都是他当年在闽浙沪任职时候他的老的下属，所以有什么福建帮，有什么浙江帮。那么他到上海任职的时间很短，那么上海给他培养出来的他自己非常信任的人就唯一一个就是丁薛祥嘛，所以丁薛祥给他从上海带到了北京，最终什么进入了中办，担任了中办主任，担任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到了这次二十大，丁薛祥直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啊，看上去好像丁薛祥是重重提拔了，但是实际上丁薛祥被习近平就是冷落了。丁薛祥他一直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是担任着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丁薛祥是最清楚的。正是因为丁薛祥清楚，习近平也知道，那习近平就考虑到如果你丁薛祥趁着我这个身体不稳你要动什么坏脑筋，所以呢他就把丁薛祥他本人的这个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的这个职务啊现在移交给了彭丽媛。虽然呢从职务上来讲彭丽媛仍然是常务副主任，丁薛祥是主任，但是规定所有中央保健委员会任何事情向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彭丽媛汇报，彭丽媛决定是否呢向丁薛祥或者是向习近平本人汇报，也就是让彭丽媛实际上就取代了丁薛祥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的这个职位。而习近平在二十大自从重用蔡奇以后就冷落了丁薛祥嘛，丁薛祥百分之百是绝对失宠的。虽然你看他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但是他担任政治局常委，担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并没有得到原来上一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他所有的这些重要权利，他只得到了一部分权利。那么韩正原来负责的一些重要的，包括你像自然资源部啊和住建部等事前部门的这些权利呢，现在习近平把他都交给了何立峰。那么作为丁薛祥，他并不是要争韩正有什么权利，而是关键习近平你为什么要拿掉人家丁薛祥中办主任的这个地位，也就是你习近平安排蔡奇来担任中办主任，既然中办主任政治局常委可以兼任，蔡奇这个政治局常委可以兼任，丁薛祥一样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丁薛祥就不可以继续兼任中办主任呢？那么丁薛祥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习近平认为你担任中办主任时间太长，控制着中央警卫局，而中央警卫局谋反是最要害的部门，这个部门你丁薛祥掌控，如果有一天你对习近平图谋不轨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习近平有这个担心，就把什么把丁薛祥的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位把他拿掉，换上自己的宠臣蔡奇。问题是蔡奇习近平你就那么放心吗？蔡奇对你习近平就不会图谋不轨吗？所以丁薛祥是想不通啊，哦，你认为我会图谋不轨，蔡奇就不会图谋不轨吗？那么习近平对自己身边的这些近臣他都没办法相信，他之所以这些近臣们对他都有猜疑，人家是看前任啊，看前面的国家领导人，看前面跟习近平两人本身有非常深情厚谊的人，他们是什么一个结局，就可以预料到自己是个什么结局啊。这两天国际媒体都再次爆出二十大主席台上面胡锦涛被架走的旧闻，主要就是揭示了
胡锦涛他当时看到了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25个委员的名单，他一直认为政治局委员是25个嘛，怎么现在变成24个呢？所以他就看24个那少了哪一个呢？因此他就在那个名单里面反复找，找来找去他没有找到胡宗华的名字，所以他就急了，他就问怎么会没有小胡，怎么会政治局委员现在变成了24个呢？他在问咋回事。那么栗战书呢本来是想跟他解释一下，哪知道王沪宁拦住栗战书，直接跟栗战书讲别跟他烦，不要去跟他多说，既然现在是习总定了24个政治局委员，胡宗华拿掉就拿掉，不需要跟胡锦涛去商量的。那么胡锦涛他肯定不满意啊，对你们这种不解释或者莫名其妙把胡宗华年龄都60岁不到，已经担任过前任政治局委员的这一任为什么不能连任，他想不通啊，所以他一定要问啊。因此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就喊来了中办副主任叫魏士吧，先帝驾走啊，先帝年纪大了，他神志不清，他这个精神状态已经没办法开会了，先让他去休息，把胡锦涛驾走。所以这一幕大家都看到了，胡锦涛离场的时候非常无奈地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似乎就是跟李克强就说没办法，朕已经保不了你们了，小胡我保不了，李克强我也保不了了，你不管胡锦涛当时心里面怎么想，但是几个月以后李克强就挂了，是是什么？而李克强挂了，胡宗华没有进入政治局，显然是胡锦涛极大的不满意，因为胡锦涛本来是把胡宗华指定为隔代接班人的，原本认为你习近平接班10年，过了你18大、19大以后，20大应当是胡宗华来接班。但是呢，到习近平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以后，团派被他不断的清洗，不断的边缘化，到了你总书记胡锦涛都直接从总席台上架走，而所有的团派，你看呢，李克强、汪洋这两个人没到七上八下的年龄，这两个人就提前出局了。小胡年60岁都不到，他直接政治局委员拿掉，到全国政协去做一个非政治局委员的副主席，也就是什么，所有的团派上上下下的领导，不管你年纪再轻，不管你能力再强，全部清洗掉。因此什么？因此胡锦涛不满意，所有人看不清。但是什么？不服气的李克强仅仅是半年就突然死掉了哇！那么李克强一死的话，习近平要考虑怎么跟先帝爷交代的。虽然什么？虽然习近平找出10000个理由，认为李克强他就是一个意外事故，是游泳时候自己不慎溺水而亡，心脏病复发。但是胡锦涛他不可能不发问克强死的真正原因，因为你知道胡锦涛到了这个级别，中央最高领导人，他太知道作为一个正国级领导人，他的安保是一个什么档次。李克强怎么可能是在水底下发了心脏病，就这么莫名其妙死掉呢？当习近平没办法回答胡锦涛之后，也只能说嘛，李克强死就死掉了。那么下面呢，给先帝爷一点安慰，因此就把胡锦涛唯一的儿子胡海峰，现在就提拔到民政部担任副部长。终于给先帝爷的儿子熬上了一个副部级，算是对先帝爷呢，你本人的后代呢，给你一个交代。这个交代，我个人认为胡锦涛是不会太满意的。除了儿子进京，经常跟老爸能见见面，有这个便利条件之外，那么这个儿子胡海峰已经熬了那么多年了，也就是好不容易弄到个副部级，才到民政部去当个副部长，既没有什么实权，也没有未来可以提拔到重要岗位，在这个岗位上有一个好的过渡啊，因为这个职务太平常了。胡海峰在2013年5月份就已经担任了嘉兴市委的副书记啊，那时候已经是副厅级啊，熬了快有1年以后，担任了嘉兴的政法委书记，到2016年才44岁，已经出任了嘉兴市市长，这时候是正厅级了。那么在嘉兴当了2年市长以后，到2018年，胡海峰已经担任了浙江丽水市委书记，他是浙江11个地级市里面唯一一位70后的市委书记。那这时候他还很年轻，又是唯一一个70后的市委书记，远远要比别的70后要领先得多。这时候习近平只要趁势提拔一下，那么也就是胡海峰一下子就进入省部级，甚至进入中央领导干部的后备选拔序列，也就是先帝爷本来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习近平一直嘛压得不提，也就是胡海峰始终一个正厅级熬了很多年。到20大，已经有很多70后的官员都当上了中央委员，当上了省部级，各级的封疆大吏，而唯独先帝爷的儿子胡海峰，在熬了那么多年正厅级以后，连个中央候补委员也没混上，苦熬了8年多，在他自己仕途窘迫，连他个人的微博都被封禁1年多以后，胡海峰才从浙江丽水市市委书记由正厅
正式晋升为民政部的副部长，算是副部级。那么现在胡海鹏算是进京上任了，虽然可以达到跟先帝爷经常团聚的这个想法，算是习近平安慰胡锦涛，因为李克强之死惊魂未定呢，算是给他一个小的安慰，先把什么，先把你的儿子安排到北京来上任，然后经常呢能回家看看你，跟儿子说说话，也就是习近平呢给胡锦涛一点个人安慰。而这种个人安慰对于胡锦涛来讲，显然他不会领情的，因为团派的集体被习近平的冷落排挤打击，让胡锦涛心里面是拔凉拔凉的。尤其是胡锦涛曾经看中的，包括他自己那一任的他的中办主任令计划和当时的组织部长李元朝，这两个都是他从团中央带来的，他非常得力的干将嘛。那令计划给习近平找借口已经送进了秦城，目前来讲没办法说是把令计划再捞出来。可是元朝他可是鞠躬尽瘁啊，没有得罪你习近平啊，但是为什么李元朝被你冷冻那么多年呢？直到今年春节啊，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2024年春节谈判会，大家才看到了李元朝。那么李元朝这次出来的话，实际上是习近平对李元朝有一点点松绑了。那很多人不知道李元朝为什么得罪了习近平，习近平为什么始终边缘化和冷落李元朝呢？其实呢，大家搞不清楚啊，习近平这个人外号民间给他起了不知道有多少，也就是习近平大家都喜欢叫他各种外号，尤其喜欢叫他细胞子嘛，这个外号是他最常用的，他自己本人未必知道民间给他起了那么多外号啊。但是他有一个外号是叫做孙三，这个外号呢，大家呢可能是民间不知道，但是中央高层都知道，而且习近平本人也知道，只不过没人敢在他面前提他这个外号叫孙三。那为什么给他起的外号叫孙三呢？那是指1997年，当时呢，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马上就要出任福建省省长了。在中共当时十五大上面，经过差额选举，习近平最终成为了十五大中央的候补委员，也就是那一年候补委员一共是151个，习近平就是排在第151名，因此他是最后一名，所以他就弄得了一个外号叫孙三，名落孙三嘛，谁如果没上去，你是在孙三之外，那么孙三就是最后一名，习近平就是最后一名。而这个最后一名对习近平来讲，他是愤愤不平啊，每次提到这个选举，习近平搞了个最后一名，他心里面都相当相当的反感。尤其是嘛，是在令计划担任中办主任，李元朝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他们搞了很多票选干部的项目。这个项目最过分的就是到十七大，十七大习近平已经被约定为储君了，但是呢，令计划和李元朝仍然搞了一个中央委员，全国正省部级一共350名左右的这个正部级以上的官员呢，搞了一个民选的投票，就是对十八大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无记名投票。而这个投票最终什么，最终这个投票的结果，居然习近平这个储君在所有的投票里面，他又是排到了最后一名。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刺激太大了，他觉得我都是党中央安排的储君，你李元朝和令计划仍然要去搞什么十八大党和领导人的推荐，那你这个推荐不是跟中央组织已经做出我是储君的这个结果是相违背的吗？哦，你们如果把我选掉，选掉我是不是储君就不要了？所以说他这个储君仍然当上，但是呢受到羞辱，他心里面是相当相当生气的。所以从此以后，习近平对李元朝就是非常非常的记恨。十八大李元朝就已经什么担任了国家副主席，这个时候呢，习近平他在十八大他还没有组阁的权利，所以说李元朝担任国家副主席实际上就是属于七常委七加一的这个角色，也就是国家副主席是可以什么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那么到了十九大，就把李元朝这个国家副主席职务就把他替换掉，让王岐山上了。那么虽然王岐山跟李元朝一样，国家副主席仍然是个摆设了，但是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关系显然是好于李元朝的。等到二十大，那么王岐山也就是步李元朝的后尘了，也就是王岐山和李元朝这两个国家副主席先后都是被习近平完全边缘化了嘛。也就是李元朝被边缘化以后，他心里面闷闷不乐啊。他曾经跟习近平提出能不能回江苏养老，习近平一口否认，不行的，你是国家级领导人，你一个正国级领导人，你就在北京，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你的安全和保卫。所以说呢，他这个国家副主席享受政治局常委是正国级待遇，哪允许你回江苏养老呢？包括王岐山提出他要到海南去养老，习近平也不同意啊。你跟李元朝一样，你们都是正国级待遇啊，就在北京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你们的安全保卫，伺候你们，也就是你们的一举动要在朕的眼皮底下，所以习近平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今天哪怕是胡锦涛提出要到哪个省去养老，习近平也不会同意。
那么虽然习近平是控制着他们不准出京城，但是内忧外患，现在习近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局面。虽然他迟迟不召开三中全会，但是两会呢可能还是要如期的开。虽然很多重大的人事任免行为呢在两会上没办法完全举办，但是呢习近平呢他要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无论是他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是他自己掌控党国的这个能力，他现在都已经嘛是日渐衰微了。也就是习近平现在已经到了嘛，到了倒计时马上就要灭亡了。2024年我告诉你呢，习近平的丧钟已经敲响了，他能不能熬过这一年都很不好说啊。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